大家好，我是熊草。今天我要做的影片是来自艾欧泽雅的极致访客。这个任务可以得到一个外观装备，就是腾龙外观。大家都已经得到自己梦想中的外观了吗？有像我们刚刚开头影片的，跟朋友一起拍了一张很像假面骑士的团照了吗？那这就是生产外观装备，打完以后可以得到一个光之战士的工会名片称号，然后就可以去工坊跟工坊老头讲话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委托任务，然后再来调查资源管理所交货委托一波，你就可以得到腾龙外观咯。那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中这样，那你就可以在任何防御上套上腾龙套了。那我个人觉得吉贝爷这次真的非常的难哦，那我们就放上我们这次通关的影片咯。就做起来打，等一下这样藏回去。你刚刚藏的啥？因为我是接电脑音乐打，所以也离我的床很近。哦，好吧。他们不打，坐着打，趴着打。干嘛干嘛干嘛？有粪金龟，好想吃。哎呦，我又忘记换衣服了。哎呦，我看这么久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相信小熊草，两秒钟就会吸引到他的注意。不会，要把他打晕的。我刚刚听说啊，不行，我到底有没有吃饭呢？为什么我的血这么少？啊，有，我吃公子一打。你刚没用餐券。你公子一打我血流满。但那个套餐是不是很废？好，我来射他头，我射他。你怎么杀手？你什么毛病？啊，闪电啊！哦，我看反对，对不起，按错了。反对，也没喽。加油加油！没有，好干。来，再打我啊！再打我啊！你完结，我觉得有喽。哎、欸，还有一根诺斯吗？我拉去诺斯那边吧。还有一根，等我一下。可是你要通过那个。啊！我被旋风弹了一下，没事，可以丢了吧？这可以丢了吧？这还行吗？不行，等一下，我再拉。太难拉了吧？好了吗？可以，我拉好了哦。哎，还没动啊！你为什么那么早？哎呀，他刚跑过来那一刹那就可以丢了。我的错啊！我想他动了。好吧，懂吗？那你们要多打一点扩散弹。因为他在那个雾里面动了一下，我想说他，哎，他一往后走，我的。我看他影响着他动了，结果看他本人还在原地。这是什么影子先动的战法了？太怪了！请问一颗陨石多少钱？阿宅，2200。干，好贵。老板，我付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卖灯。哎，我没了，他解掉了，兄弟，他解掉了。射他胸部，哎，老子，救命！老板救我！他救了，他救了。我不能在这里用掉爆头钉。架着盾，他在救，他在探奶。堆着盾就好。还有三枪。你不要脸接啊！哇哦，打晕了是吗？打晕了。对。那我把曹峰拉回来。好。
好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但我刚才射他一枪，他直接转过来用连接，打野。我后面有风吗？我身后没人的。那你要不要离开我身后？你要不要离开我身後？可是你身后有个队友。来了，对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兄弟，你还在装子弹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躲好了。稳，看他头上去。没有，那就是为了稳定。我真的是傻眼哎，我真的是傻眼，他妈的，打一百次用连接子弹，阎王阎王龙。拉到了吧？又爆了，好，那个油，我擦一下，就是会用连接子弹的人，他超屌，他的脸比我生日蛋糕还大，这生日蛋糕可能很小，还蛮大吧？拉到了，一锅打到外边，哇，太大了，你是我大团队。哦，每个部分都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啊，这个熊奶。哎，注意他身体变黑的时候，会觉得。他是变黑是怎样？那个改血统，直接变非洲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来吧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该投那一枪，谢谢。再来啊，再来啊。我觉得我这里卡住了，有点危险。他等下转我就要死。没事，我出不去啊，兄弟。哦，他丢彗星了，我可以换位置。阿姨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你要拉一下，对，离他远近。我取决你的指挥。好，没事。我刚才转下来。我后面有风吗？哎有哎，我操。没有，还不是正后方。哦，没事。看到了，看着风。他被我打死了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他快死了。对，我也快死了，我还有点劲。就他一直用尾巴对着我，他是不是怕我？不敢正面看着我。哎、欸，解掉了，解掉了，黑的，黑的。们想撞我，想偷撞我吗？黑的啊，小笨，小笨狗，小笨狗，你害我好丢脸。他干嘛？累，他累的。拆枪，我把拉到拉到，他打就拉到了。是我，我拉到我拉到。哎、欸，黄道、欸、兄弟，收到了。这里吧，我看不到陨石。哦，怪。哎、欸，我们差点被前脚拍出去，哎，干，好抖、哦。怎么的？你看，我们全部人都在那边蠕动，就让前脚拍到我们了、啊。好，很酷，好。啊、你要走路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要进去了。好，你进好了吗？我已经走好了。一二三，跳！就他看着我，他看着我，他让他哦，睡了，有没有 carry 你们？你们还在怕他打你的时候？睡在那里怎么打头啦？教我。哎呦，擦屁眼啊！不会哦，丢屁眼。啊！不用拘泥于头啊！不是拘泥头，不是头比较痛吗？不要拘泥那个头啊，没有意义。都行啊，那个头没有意义啊。啊，动作谁要开啊？大家都走了，是谁要开？阿姨开，应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穿衣服啊。军头大裂。不要拘泥那颗头啊！不要再军头啦。
等下真的炸了该怎么办呢？炸就炸了，当中还炸这一场。我被抓了，我被抓了，学长，学长，他在哪？他在哪？你站着就好。不要再射了，想办法先解掉那状态再射，不然你边射就会扣血，射一发就扣血。猎魔掌，我在蹲，我在蹲，我在蹲，偷蹲偷蹲，啊 nice， 啊啊，妈妈我扣血，奇怪我明明没有线啊，为什么他那么凶啊？是不是有人打我？我们在救你啊。好好，还好我有穿那个不动啊，不然我已经被炸死了。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，我真的会死。这样，你干嘛啦？你他妈躁郁症？啊！没绑到，废物。真的烂。好了，炸了啦，炸了啦，炸了啦。去死了，去死了吧！都转普通都穿完了，我被穿完了，还没死啊！走了啦，走了走了，妈嘞！大爆小正常，去死！哎，刚刚我地图打开就被关起来，强制关闭。要先睡哦，先睡哦。我也帮你打过啊，因为我们两个人。走了走了，快快快跟上，快跟上，各位跟上跟上，前面等一下。好的。谁疯谁疯？开炮开炮，开射开射。啊！没听到，擦桥。睡了睡了睡睡，还没睡，等一下。睡了。睡了睡了睡了，真的睡了。他跟那个动作很像我发现他要起跳跟那个睡觉动作一模一样。我刚差点。居然被身后电的电到歪头，差点崩溃。你来，我来吗？你看、啊，你看、啊，那个魔开，给魔开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等爆炸啊？对不起，你没打到。我按错键了，没有，我按错子弹了。我追到这边，看。不是我，我炸晕了，炸晕了，炸倒了，不是炸晕了。慧星在我这，慧星在我这，魔魔魔，快过来，你离我最远。他没有，他还没有。有有有有，等一下就要了，他只是在拍而已。还没吗？还没吗？我死了。你没有，你没死啦，你聊片片，你没事，你没事。黄道，黄道，兄弟！有个来不及，有个来不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次。猫爆，猫爆！先睡，先睡，先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够吗？我们子弹够吗？你往右边跑，往右边跑。哇，兄弟！这样子弹不够啊。没事，我们来换子弹，你先撑着。为什么一二四三七？你回来之后把子弹拿回去，把子弹拿回来。快点去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屌！我没有睡眠弹了，睡不了。哇，是粗暴射击，我爆了。我也爆了。我们剩一次，大家加油！是他叫了，谁的风？谁的风？我的，快拉，快拉！离开我，我拉到边边了，我拉到路边。睡了，睡了，兄弟，很成功了。保卫，我打了七发，棒棒。我打了六发，先穿转身，有转身的穿转身。
再发给我看。那这是你的，你按下去叫我。哎、欸，他的屁股后面是一个风哦，你们想要跑的话，不要跑那。真的，哎，他头前面是一个风，等下往那个、啊，往另外一个方向跑，不然那个彗星，彗星会不会放在那边？敢叫你按下去跟我讲？忘了讲。敢不沟通啊？对不起，我垃圾。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再不沟通了、啊。是我垃圾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哎、欸，彗星来了、哦！等一下，你在爱豆里吗？哎、欸，我被打了，为什么会被打？好问题。倒地，那是倒地，那是倒地。黄道，黄道，兄弟跑起来啊，兄弟！我到了，我到了。用力，用力！哎，马哦，马哦，开马，开马去了。马了。好，打头，我打头。你打头，你打头。干，怎么把我炸飞了？我差两下闪弹，干妈的！哇，哎哎鱼抓到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，这样旋风太多啊。哎，有了，拉到，还是拉到。运气不错。猛啊。哎，你要小心啊！他这里，他这里很痛啊。对啊。丢彗星哦，丢彗星哦。彗星是彗星。彗星是爱豆族，爱豆族是彗星。等一下，想拔线的赶快，想拔线赶快拔。啊，有丢。你们还有吗？快炸，快炸！感觉快了，还有，哇哇哇！大家闪避！哎、欸、哎，残、欸、血残血，出现残血符号了，快躲快躲，躲了躲了，他出现残血符号了，没了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梗了，爆了，好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边，我这边再过来一点，哇！哇、哦，过了，过了，好了，耶、yeah, ，可以开心的睡觉了。我要买游戏，不好意思，小把草，继续游戏。我可以开心去上班了，好难过。刚最后那个扩散弹，我差点崩溃，我想说，哇，我差了，差几枪，超崩溃。吓爆！刚太顺了，力量一直发动，我就不行，很多快就快了，而且转身还在，往外打。对啊，我转身也还在啊，我想说我可以拉嘲讽，可恶！就没有，没闪掉你的扩散弹，妈蛋！果然要猫叫啊！嗯，改卖游戏了。哎，是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挖他？啊，感来不及了。不过没差吧，他的素材我都打完了。幻象人精，哇，恭喜各位！幻象人精，还有两个闪耀龙曼奇，八重剑，哇，还好哎，他不就还好？八重剑，哎，白痴，我打到两个剑的英雄龙曼奇，他妈有什么用啊？哇，他暴吃79次道具。好扯，原来他每一场都吃那么多，难怪他是他卖肾啊！183次。收看到这边的朋友就非常感谢了，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下次改版再见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喽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